好，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边是我们的 DIFA 穿梭造型的大黄蜂手枪行动电源，好不好？行动电源哦，行动电源。那这边的话一样，红外线，很可爱，红外线。然后一样有手电筒，可是没有子弹，好不好？没办法 ，biu biu biu， 好不好 ？OK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它一样会有发光，很漂亮，很漂亮的蓝色。游戏画面有没有这个，我是不知道啦，好不好？那这边一样跟大家说一下哈，这边这个橘色的没办法扣，它就是这样子固定的，好吗？那大致上 ，DIFA 的大黄蜂传说造型手枪的简介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大家拜拜。那这边介绍我们第二款的 DIFA 哈，大家看到这个 B 应该就知道这是 DIFA 的传说造型，叫大黄蜂。好，那这边一样哈，他这边一样很细心，给你一个泡棉这样子，不是泡棉，海绵啊，不好意思。然后这边一样是支架，这是 DIFA 的，这是大黄蜂的支架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啊，其实一模一样啦，好不好？一模一样，就不多做介绍。那这边的话一样是它的传说造型的手枪哈，这边给大家看一下特写，好不好？那这边一样是没办法扣的，这边都没办法，只有这个可以按哦，好不好？这样子真的很漂亮，我的天啊！好，红外线，然后按两下有手电筒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那我们就先放回去喽。那这边的话一样有送它的专属吊饰哈，那这边它的吊饰就是它的一个小蜜蜂的一个小很像米奇的小蜜蜂，长得很可爱，耳朵这个翅膀长得很像耳朵哈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很可爱。那这边一样有它的传输线。那它的线一样，那这边就是它的，对 USB， 然后这边一样 iPhone， 然后这边一样是安卓，这样子，一样是两个孔哈，这个设计很贴心，很万用，什么都可以用哈，一线两充的概念哈，来，那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。